仙子，飞虚。还在往前跑啊，那这边能卡，能卡住的。有眼，有减速，下不了这个板。有眼，你爬得动吗你？这么快就到了，这前锋。你还来？你这别动啊！你在这别动啊！双倒，谢谢啊！苍蝇蜘蛛真好玩，爽！打打打，让你打，让你打！我三层风都还怕枪不成？我现在这边丢个眼。不着急，冒前锋过来救，这边再丢一个吧。卖了，估计是卖了。
能是啥声音？花姐挨打了呗，乱拉打了呗。没有眼还滑过去的人呢。又得往四号机走，只要不是前锋都好追。跑了，没跑，跑了，他往墓地跑了，我也往三连跑了。好怂啊，少基这个前锋浪费时间哦。不亏，放满加速将他交了。还有加速，就是没了。鸟没交，就两大半，熊没修。快捷突击都有点长，直接救人得拦下来了，打一刀不认直接打，不犹豫了。三个人守这边，就怕给他套鸟，套鸟就无伤。你看，这贼烦。这么痛的吗？没球了，估计还得跑，他不会待到三连的。往回挂，空姐机子守到了，人不让他救下来，这把就能赢。如果空姐这波无伤救了，游戏结束。我不着急啊，完了，炸了，炸了。狂空格我还不信你能守住，
哎呀，乌龙刀，还吸了只鸟出来。哎，真的烦，炸了。本来抓这个先知没抄到挺好的，一个板区都没了。你真有钱呢，还抽了瓶香水。没了，他还没这香水，这就死了。运气太好了，空姐那一波不该急的呀，他没枪，让他无伤救了，这是最亏的。还不如贴联手，贴联手打个正手都可以，出不认出级了。快板加张小船的窗户，能玩好久的。今天前锋往我脸上跑，调香水。好像失误了，不过还好，空姐在附近，想帮他打枪应该是，来吧打吧，你打我我就吐你。送 VIP 里面去，前锋贴了，差没哦，不是他，不是前锋，你想什么呢？大摇大摆的往前面跑，走位都不走一样。还开球呢。两个人都得倒着，一个没治愈跑不了，我给你就医。然后把这个调香师
这卡在大船上，他能跑哪去啊？小魔人估计是。哎呀，取消杀刀了，问题不大。先把空姐挂。空姐挂了有句那个加速，挂人加速，然后再去挂调香。反正调香师也起不来。然后前锋补空姐电击，先知过来救，要不就不补，估计是要卖了。放弃了，开了两个盖子。他回手掏呢，看他拉球就知道不对劲。那更难处理一些。那调香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黑妹是不会带怀表的。调香师的话是带怀表的。反正都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女儿还把他们绑下，前锋不修机子，在里面搞事情。不着急打，我不追了。两个人在海边修，干嘛还追呢？卡住了，这空姐。该这人能挂上，我直接挂啊！有种你再刷他，你敢吗？直接追啊！这空姐屁股太铁了，你救不救啊？白给了，我刚才开球就知道他要白给了。
哎，我干嘛抓钱？我干嘛抓他呀？我有病了！打团呢，这是全体也要保他。看他不把你锤了，我是杀不了这个空姐的，是吧？我放死了，你放就踩，又是一个新的搅屎棍。刘总，你都保他四台机，听见没？保他四台机。真的烦。估计不状态了，全体都在摸。刷分了。打团不秀技怎么赢吗？这前方就想搞骚操作，我插刀照一下，哎，刀侠刷点分。能中再说吧，能中口味随便挑，抽奖 我都是自掏腰包的，从来都没有什么官方赞助我。 我太难了，这是个黑妹啊。
哎呀，我炸了，血炸。哎，这都能空啊！我以为他要往右边走，结果这个人就笔直的往前走，都不走位一下的。三层猴啊，几个洞啊，几个长洞，往那边带喽。然后他就无脑往这边跑就完事了，你别撞就行了。哎，不回，都没了。哎，我在探什么东西啊？完了，唯一的一个动物，我把它打了，及时救。我其实也挂了。前锋一挂死，三张猴提前放，然后保这个前锋，哦，前锋死了，他现在保祭司，我先不着急啊，等他要扯的时候我再过去。打尸体无所谓，我就是打尸体，我要把他锤了。哎，自己过来了，哎，灵性啊，哎，优秀哦，两层喽，三层，哎，你做我也做，然后直接迅速下车往左边打，如你哥这都空。
前锋三连。还有一个人跑的肯定是先知了，只有先知这么怂，喜欢跑，主要是肯定是膨胀，膨胀满版。给你丢个眼，这不死了吗？我听见到撞墙的声音了。这都能空，这都能空，那你刀有问题啊。人还挂不上了。铁链刀空刀，我真是醉了。应该在楼上，楼上我看不见啊。打到了，强势怀表。这强势想补医院电机，鸟笼左右各一个眼。算了，老老实实把它挂了吧。反正那边他修的也不爽，修不完。真就顶了个眼都能把机子修完啊。
小姐呢？慢。没开门。肯定要跳下去的，不着急。开始不会用，挺麻烦的。第一，怎么看着这个娃娃在这个船上，黑不拉几的，应该是调香师。是的。丢呗。伤啊这一波，他这波能翻进去啊，我炸了呀。要往平去打，我怕鸟，鸟没给。如果他能不给鸟了，就有点渣。懒得打你而已。佣兵没过来吗？
哎呦，这个时候你还弹个刀，我真的是服了你这个。直接白给。弹错了呀，我以为这是个磁铁在这修。传送，磁铁天门，调上四加机，用命救。都到了。黑车不如补上。